大家有看过周杰伦的一部电影叫做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？可是现在没下雨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看我就下。不要了，不要下雨，太凉了，好热哦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已经立冬过了，十一月了，现在好还是好热哦？是因为你们的热情吗？还是因为那一桌一直在吃火锅？很认真的，应该是因为你们。掌声鼓励啦，快点，筷子放下，硬要勉强你们哦，塞进去才要拍的，没错。好，我们带来这首歌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，再次跟大家要一个热情掌声，给他们感伤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.
听的一首歌曲哦，这个慰留你们的一下。接下来呢，今天特别安排了一首，我刚刚讲了，这个时间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大哥大姐多唱一些歌。但是这首歌呢，我想啊，现场朋友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哦，它是我们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乐团的老大姐，苏芮姐的歌曲，歌名就叫做。跟着我们走，跟着我们啊，跟着感觉走啦，哎，会唱吗？大家会唱吗？会唱吗？等一下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OK， 再来这首歌曲，老歌手也不要。